Hello， 咁啊，欢迎咧咁多位听众翻到嚟今日嘅国际大棋局啊！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咁多位听众咧就按赞、订阅、点击啦，咁啊，同埋可以嘅话咧支持下我哋 Patreon 啦，同埋我哋嘅叫做会员啦。咁我哋咧陆续咧嚟紧咧，即系随住我啊，我系司徒文俊啊。咁好多時咧，而家就即係叫做都馬不停蹄啦。咁過年後咧，都會係喺即係我圍住啊廣州啊、廣東啊附近一帶咧，周圍去睇啊。咁啊，我會將我有啲經歷啊，有啲咧未必係做嘢上面嘅，關於其他嘅。咁我有啲都會剪輯咗咧，跟住係擺喺 Patreon 或者擺我哋會員嘅專區啦。咁嚟緊亦都係有啲可能係神秘學相關嘅，會帶嚟俾大家嚇。咁啊，叫做盡力㗎啦，去做好啲嘢。咁啊，今日咧，因為同咁多位聽眾講過咧，我人咧在國內嘅時候咧，好多時啊，我就即係上唔到網啦，上到網咧都冇嗰個 VPN 啊。咁變相咧，我譬如尤其是咧喺一啲廣東較為即係深入嘅地方咧，我做唔到現場直播。咁所以咧就同阿 Ken 哥啊，同阿 J 兄啊兩位兄弟講咗咧，有時啊，如果咁嘅非常情況咧，我就會咧用一個咧可能提早咗，但係有時候都可能即日嘅，咁會同大家講一講我嘅所見所聞啦。咁啊，今日咧即係辛苦曬阿 Ken 哥啊，同埋阿 J 兄啊，咁啊兩位兄弟啊，打聲招呼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Ken。Hello， 大家好啊，系啊，我系火鸡兄，我依然喺雪梨嘅。系啊，嗱，咁啊，因为阿火鸡兄咧，其实佢正职咧系搞火鸡啦，但系火鸡系佢兴趣嚟嘅啫。咁啊，其实佢本来咧嘅正职咧，佢同数字相关啊。咁啊，正正其实今日咧，我想讲嘅嘢咧，就系我自己咧喺呢个广东啊嘅经历。因为点解我去咗远少少啊？我去咗两个广东嘅地方，一个就叫做板斧。咁另一個地方咧就係叫呢個崖口喎。咁嗱，兩個地方咧，即係喺廣東嘅，我想問下阿 Ken 哥同埋火雞兄有冇聽過先？兩位聽過下，去未去過？我未聽過板斧咯，係近邊頭其實。嗱，因為板斧咧，佢就係咧由呢個咧中山啊，中山咧再鏟落去，咁係即係。我冇記錯，這個、呢個咧近北嗰邊嘅，咁咧就係叫做話咧，都係偏僻啲啊。咁喺嗰啲即係叫做話咧，翻鄉越嶺咧，跟住入到去。咁點解你會叫做冇乜聽過？因為嗰啲地方咧就唔係一個旅遊嘅地方，佢就擺到明咧係一個工業嘅地方，即係叫做話咧，佢係唔同嘅廠房啊、廠區啊，譬如有啲係做電子嘅。咁跟住咧喺廣東咧，咁有啲咧係譬如做一啲食品相關啦，譬如做啲蛋糕仔啊，做啲朱古力啊零食嗰啲啦。跟住另外咧，咁因為廣東咧就有分嘅，例如啊，如果喺花都啊、廣州啊、深圳嗰邊咧，就會有好多係做衫啊，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做嗰啲衣服加工嗰啲。咁而咧，其實喺即係另外呢一邊咧。佢就係做好多咧，係嗰啲即係食得落口嘅嘢，所以咧，譬如變相咧，可能大家冇咁熟，因為根本你又唔會去到旅行嘅。咁另外咧，其中一樣出名咧，講緊咧，譬如你我講緊崖口咧，就係以前啊，阿孫中山先生咧，講緊我哋嘅國父啊，咁佢咧其中一個咧，佢逗留得即係多嘅時間啊，咁就係喺呢個中山嘅呢個板斧呢個地方，就係佢嘅俗稱啊，即係國內人叫咧，就叫老家。咁啊，就係大致咁樣啦。咁啊，兩位兄弟，咁啊，聽完之後覺得有冇少少即係建立到嗰、那個、那個形象啊？對個地方，都係大陸某一段地方啦。係啊，喂文章，我想問下，如果喺中山，譬如石岐啦，最旺啦，係最旺，即係我要幾耐？咩幾耐啊？如果喺石岐啊，石岐過去要幾耐？如果石岐過去大致咧，石岐過去大約車程啦。如果你開私家車都係一個鐘咁上下咯。咁但係中途咧，譬如你要睇咧，尤其是咧，譬如而家叫做話新年嘅時間咧，咁有好多其實佢哋未即係冇人翻工啊。就算佢政府部門咧都冇咁多人翻工啊。譬如嗰啲咩初十、初十一咧，佢都未上班啊。咁所以咧，佢有啲情況，例如路上面啲交通燈啊啲嘢壞咗咧，冇人整啊。跟住咧，以至咧，譬如佢就算啊，你孫中山嘅老家咧，佢自己個紀念館咧都冇開放到冇成嘅，即係你睇唔到阿中山先生
嗰啲叫故居文物嗰啲嘅。咁啊，佢哋好可能咧，佢哋話咧都係要去到，即係可能呢個星期嗱，因為而家啦嚇，咁啊星期一啦，咁佢係要去到呢個星期，譬如話星期三打後咧，先陸住人上翻班咯。個情況係咁樣咯。咁啊，大致係你講石旗蓋咁啊，個零鐘咯咁樣。咁跟住，但係如果你話你如果唔係揸私家車咧，搭車啊痛苦啊，我覺得，因為我諗到有啲地方咧，佢冇公交入去，同埋咧有個好，即係逢啊呢啲地方咧都比較惡搞係咩？睇唔到的士啊，即係你唔會有嗰啲的士，同埋有嗰啲的士打車嗰類型嘅車見到啊。咁啊，都係好靠咧。自己開車，咁啊呢個都麻煩嘅，咁啊同埋咧，即係我想講一講咧，即係我自己咧，同譬如國內啲朋友仔啊，咁啊首先講啊，咁我係見咗一位聽眾啊，佢係做茶葉噶，做嗰啲飲嗰啲茶葉噶，咁但係佢就唔係做啲高價嘅，佢做啲叫做話係中低價嘅，咁啊專係供應譬如俾嗰啲食店啊。甚至乎咧啲酒店啊、嗰啲旅館啊、嗰啲佢係做大批嘅，咁佢自己執咗啲綠茶、紅茶嗰啲俾我試，咁我覺得都唔錯嘅，即係以佢嘅價錢咧，都算即係起碼一樣嘢啦，乾淨衞生、獨立嘅，佢係直情做到咧係獨立密封包裝咁樣嘅，可以獨特一個。咁佢基本上咧，佢茶葉相關咧，佢都係咧，如果廣東咧。譬如佢都係某即係某啲地方生產，跟住咧出翻嚟，譬如話廣州啊、深圳啊咁樣咯。咁啊要睇地域嘅。咁啊，我想講，即係我板斧呢個位置咧，其實咧再過少少咧，就係、是、嗰個中山影視城啊，即係嗰個叫做係佢哋拍戲拍電視啊、拍戲啊，嗰個叫影視城。咁啊，跟住咧，而當然啦，嗰個地方就比較咧就會係啲景點為主啦。而我去的地方呢就是那些廠區來的，就是這樣。是阿J兄，沒問題，是那我大致上我有概念你在哪裡是、我都是不知道我都是不知道。這樣呢，其實呢 那些呢，為什麼我會去到呢那邊看呢？因為正如我所說，他是做那些即叫蛋糕啊、糕點啊、朱古力啊。咁其實佢當地咧就係、是、有一間咧，好似大家有冇睇過一套電影啊？叫《朱古力掌門人》啊，即係嗰個叫 Wonka 英文 Wonk Wonka 嗰個故事啊。咁以前啊 Johnny Depp 啦、朱尼迪普咧拍過啦。咁上年又有新版本啦，新版本我唔記得咗佢邊個影星啦。咁啊叫做話好似嗰個朱古力咁樣咧，佢係直情咧，佢係聯成咧，佢係有幾家嘅廠咧係做朱古力嘅。因為譬如你廣東好多嘅朱古力咧，都係喺呢邊咧做完咧，跟住運過去散去廣州啊，甚至乎散去咧叫做話，即係可能南邊啦、啊、呢邊嘅地方啊。咁樣咁啊，所以咧嚇，我去睇啲朱古力廠，咁佢有啲咧係直情一間間好大間嘅，即係好似嗰啲大學嗰啲社群咁樣咧，佢又有啲嗰啲園區咧，跟住佢成間係朱古力廠嘅。咁啊，我去睇咧係朱古力方面嘅，專係睇朱古力嘅。但係因為咧成件事啊，你朱古力咧平時我哋食個口嗰啲咧，你 M and N 咧佢咪只溶喺手，唔溶喺口嘅。係，喂。只用在口，不用在手。是啊，哇哇，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听到后面很多风声。是啊，这样呢就他就只用在手，不用在口。其实那些朱古力呢，他就是代脂来的。这样呢，他那些代脂呢就叫做话就不是纯天然的。那么叫做话你除了代脂呢，其实朱古力最好就是天然啦，这样。那所以我看完两边啦。咁样嘅，系啊，咁啊，主要都系啦，咁啊，可以讲下啲情况啦，即系你眼见嘅为实啊嘛，即系喺大陆咧，你见到咧，譬如而家咧，啲厂咧，啲城咧，啊，你发觉好恐怖嘅，譬如佢有好多咧系佢剩低个壳喺度，跟住佢入边直情系停晒运作噶，咁而停运作咧，最大镬咧，譬如你朱古力厂咧，其实你不停啲机器要搞住，因为朱古力咧，佢系好似一啲浆咁样噶。你是一定咧，佢要保持個 liquid 嘅，即係液體嘅狀態咧，跟住可能要落唔同嘅模具啦，落啲模度啦，再演變成為產品嘅。係，明白。係啊，咁啊，所以咧，
咁啊搞到咧，即係基本上咧，即係你會去睇咧，佢有啲廠咧，直情咧，喂，佢關門還好喎，咁佢處於一個關門同唔關門中間咧，咁但係實質上面咧，譬如佢一層，佢一個工廠，佢有六七層樓高嘅，佢啊淨係得翻接待處，同埋佢一樓咧部分嘅展廳，我話俾你知佢有咩產品，但係佢直情工廠咧，佢就冇生產嘅。即係佢變相咧，佢話俾你知，如果你落 order 之後咧，佢就喺第二間廠或者佢第二個廠區咧，仍然有 keep 住生產嘅，可能佢幾個 brand 咧共用一個廠區，跟住嗰個仍然保持要生產嘅，即係佢係一個咧叫做話一個大倒退嚟嘅，佢係因為量唔夠啊，即係而家咧有好多加工啊，好多嘢咧。佢冇咁多，包括咧，其中咧佢有啲廠停咗咧，你冇諗過嗰啲係咩廠咧？佢做嗰啲鐵盒啊，譬如俾朱古力啊嗰啲擺住，咪有啲鐵盒啊，有個外面嘅包裝嘅，嗰啲廠係停咗，因為佢有好多咧，譬如啲盒咧做咗，佢唔一定係貨入面嘅食品廠噶，係貨加工貨海外嘅，佢停曬啊，佢冇單啊嘛。所以那些呢做譬如馬鐵罐啊那些的廠呢都是停了的，跟住他又保留回是集中在入面呢，譬如入面其中一個地方是負責生產，跟住出面呢可能有些廠就做了呢，好像汪坎呢做了一些朱古力廠啊給你參觀咯，給你看咯。那最搞笑呢，我見到呢他就有些呢是改了呢，他將個廠呢空置地方呢他改建了啊。咁就係做啲乜嘢呢，佢係做嗰啲呢，我唔知兩位有冇聽過，喺大陸呢佢有一啲電動車呢，佢係俾老人家揸嘅，佢特別行得慢啲嘅，跟住呢啲老人家揸呢嗰啲電動車呢，佢喺啲地方揸呢，佢唔出去嗰個叫做話個市區呢，佢譬如佢喺嗰啲廠房大家互相揸，或者喺園區呀，喺一啲叫話入面鎮仔嗰啲揸呢，佢唔使立牌呀，他們那些車呢，他們有個名字叫老頭樂，即是大陸呢老人家他叫老頭，那這些就是叫老人家散步車，那實際呢那些車其實就是電動車來的，即是他一樣呢開到呢譬如四五十公里啊這樣的，那他一樣是有馬力的，但是未至於是開得很快和未至於撞死人那隻咯，那基本上我見到他有些廠家呢他給了是整這些車仔的叫做話的公司去做，但是這些車呢他拿出來賣呢都不貴的，即是他一架車呢其實分鐘呢他整架車成品呢一萬元以下有的了，咁呢個嚟計咧，其實咧相對咧，咁你心諗個門檻咁低咧，咁係咪好會好容易啊？即係個情況類似高爾夫球車咁樣啊？係咪好多人好多需要咧？其實唔係喎，即係你發覺其實佢又唔係咁多需要嘅啫喎。即係呢樣嘢就係、是、好，即係你見到好慘啊！即係你覺得喂大佬啊，喂你而家咁樣嘅話，你好難預人手啊！即係我見到就係呢個狀況咯，係啊。咁其實如果照你咁講啊，文俊興嘅情況，即係話其實而家嗰邊你就算去到工業園區都，我唔關而家放緊假，但都應該好靜下啦，係咪？係啊，好靜啊！喂、哎，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呢邊嘈得好犀利啊，我想問下係我嘅問題點啊？我呢邊好靜喎，我哋兩邊都好靜啊，我刪曬係啊，你嗰邊我有啲干擾咯，我覺得。明白明白，因为我呢边嘈，即系后面听到好嘈，唔紧要啊。你两位讲一讲啊，系啊，唔紧要。哦，咁而家即系话连做呢啲加工食品都咁差，市况系。我谂而家你都冇办法喎，个市你呢啲而家个市本身。你想想啦，就算而家我哋早排都讲啦，你就算而家嗰啲家庭用品啊嗰啲嘢，而家都贱物斗穷人，几蚊买个锤，你去网上嗰啲阿仔做熟食买，哦，咁你冇办法。即系我谂，其实实际上，好多人，你有好多人失咗业，冇咗个份工。咁你可能唔好話啲高消費品，可能就算你係低端啲平嘅，就算朱古力可能喺國內都屬於係奢侈品，都個市場都一路萎縮，你都冇辦法。其實兩位兄弟啊，我想講咧，其實而家咧你大陸咧有啲東西，譬如講緊蛋卷啊嗰啲咧，佢嘅售價咧，佢未必係平嘅喎。
即係講緊咧，佢啲定價咧，其實咧，佢都可能咧對比翻喺香港會買咧，佢都係中價以上嘅。係，喂，中價以上。是啊，喂，我呢边个可能我嘅问题，因为我啲干扰系大到我听唔到你两位讲嘢。嗱，你继续讲住先，好唔好？我退一退出去先啊。OK， 好。嗱，听哥我就翻头先文俊讲嗰样啦，因为我太太我同阿叔真系东莞，佢哋系一间几大接，我都有销售，就系做啲饼干啊、蛋糕啊，有做月饼嘅，咁就出名嘅。佢哋揾到阿周华健代理个品牌咁样，我想知唔知啊？咁佢哋都话其实而家佢哋嘅生意咧系好难做，因为有好多原材料佢哋就原料，我面粉又好啦，甚至牛油啊啲嘢，想做个质有翻咁上下，佢一定要系用入口嘅原材料啦。咁而家啲成本又贵啦，咁个市场嘅竞争都高啦。咁变咗你咁你都喺度压咯。系啊，就算佢做咗咁耐，而家佢哋个生意都话系好难做。啊，依样嘢先至大镬啊！其实我成日觉得系依几样嘢系最致命嘅，令到你系唔好意思啊。头先系可能个喺国内咧啲干扰问题啊，咁啊嗱，我而家应该翻嚟好多少少啦。咁有时其实同听众讲声啦，有时个情况即系人喺国内咧就冇办法噶，即系好多时咧，我连讲开节目咧，我开唔到 content 唔到上嚟啊，所以呢段时间恳请大家见谅。其实我翻到去咧广州，即系翻到去咧珠海同澳门咧，相对情况好好多，即系干扰冇咁大啊。因为好似我而家其实我听到后面咧系好大嘅嗰啲即系嗰啲杂音啊，系 reverb 噶。咁我唔知道其实两位系咪即系听得好清晰，听唔到。我后面听到例如系敲嘢嘅声嗰啲咧，系好杂嘅啲声。咁啊，基本上咧啊，即系好难系做好直播啊。如果系哦，你有冇用紧耳机啊？系啊，我当然用耳机啊。你个耳机好似好似有第二个功能咁，收咗啲唔应该收嘅嘢。系，因为我听到后面啊，即系例如好似敲石仔嘅声啊，啪啪啪啪嗰啲啊，咁啊系啊，所以个成个情况即系唔紧要啦。系，我照讲两句啦。其实个情况咧，而家嚟计咧，而家成个嘅产业咧，好坦白，而家最主要系乜嘢咧？其实大陆有好多嘢系粗制滥造嘅，你见到例如咧，嗱佢卖嘅定价啦，譬如一啲嘅蛋卷，一啲嘅叫做话朱古力嘅食品啦，可能佢会因为佢要就咧嗰种佢觉得吓，佢系喺大陆市场啲人会易入手，所以咧用嘅包装啊、颜色啊、大红大紫啊、好核突啊、金色啊，跟住用嘅字体啊，全部咧系用简体字啊。全部用嗰啲包裝咧，係好難咧，你會覺得係賣到價嘅，所以咧佢樣嘢個心諗就係要平靚正，你全部都係要抵食咁大件。但其實咧，而家成個市場唔係要抵食咁大件啊，你係需要嘅咧係真正正咧，你有自己嘅品牌、自己嘅設計，你出嚟咧你要 casual 要 smart 嘅件事咧。唔同，你好似擺喺啲雜貨攤度賣咁樣，所以佢啲嘢做唔起價。同埋咧，佢最慘咧，佢好多時咧，佢為咗咧個儲存時間咧，例如啦，同你講朱古力可以存到兩年以上嘅，三年嘅，咁中間你心諗啦，一定加唔少啲嗰啲嘅食物添加劑啦，加咗落去嗰啲元素，其實最緊要佢會影響埋個食物嘅味道啊嘛。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大陸嘅人咧，佢冇諗過，但呢樣嘢係好嚴重，影響得最大嘅，即係我所見到嘅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喺我角度，佢做好多垃圾出嚟，冇質素嘅垃圾，跟住堆到成個倉都係咧，跟住燒唔到。佢去到最尾，佢成日諗住喂平價用大貨形式走個量走曬佢，但其實我睇法咧就唔係咁樣嘅，因為個問題出自咧個產品嘅本身。而唔係話咧，
你的銷售渠道問題，但他們又覺得呢現在是銷售渠道影響到他們生意不好，即我跟那些廠方傾過都是這樣說，但我可以肯定的絕對不是銷售渠道問題。是咁，如果唔係銷售渠道問題，係即係佢哋冇咗個 market 嗰、那個，即係冇人睇住個 market 個 marketing 嗰 part 失敗咗啦。可以咁講咧，佢係唔識得整一個故事，一個原創性咧，同埋唔識得喺包裝方面咧去落手啊。即係對我哋嚟計，因為我即係好似我啦，我自己做咗好耐咧，喺市場上面咧，我做啲上市公司嗰啲咧，咁基本上係好著重嗰啲咧，叫做話品牌啊，好著重嗰啲叫做話一個故事啊，有個故事先有包裝噶嘛。佢哋冇啊，佢哋呢方面咧好薄弱噶。咁而我相信咧，一直以嚟所謂香港啦，或者新加坡啦，其他外國咧嘅人咧，佢哋有國際視野，佢哋識得去做包裝，而呢樣嘢係取決於咧直接係個優勝嘅。因為佢大陸咧，佢而家情況咧，嗱，佢就係咁諗啊。因為佢個生產成本加咗，人手就少咗啦，咁佢開工咧去做咧，原料又貴咗啦，咁相對為咁佢咪成本加咗咯，佢加咗成本，咁要轉嫁落件產品落消費者身上，咁如果你一盒嘅蛋卷啊，即係你譬如香港你嘅蛋卷，元朗啊嗰啲蛋卷，你一罐嗰啲鐵罐啲蛋卷咧，你超市買到可能都係四五十蚊啫嘛，佢人民幣佢做翻四廿零蚊，其實咧係冇競爭力㗎啦成件事，因為如果你同你講件喺大陸做嘅，你點會 prefer 呢個價啫？佢而家就慢慢，你見到佢失去咗一樣嘢，就係大陸平靚正個優勢咯。佢淨係唔靚，於是做嘅嘢又唔平，跟住我覺得呢個咧就導致佢成個工業鎮嘅死因嚟。即係我咁睇，以我自己走訪咗咧咁多家咧。直情同一啲廠家，嗱佢哋有啲咧，直情都啲老闆咧都盤皮噶啦。喂，過年跟住咪hea咯，可能佢係譬如住喺廣東其他地方啊，譬如住廣州啊，或者有啲係住喺北方噶嘛。咁佢咪索性話，譬如翻咗北京嗰啲，佢有排都唔落嚟啊。咁跟住間廠可能係可能有一兩個人翻工啦。咁跟住加埋門口有看更啦咁樣，咁啊算數噶啦。咁跟住，其實佢哋都係冇個方向性嘅，所以而家咧，其實如果倒翻轉，有資本有資金咧，你想去做啲相關嘅營運啊嗰啲東西咧，而家係一個時候嚟，因為你可以用一個咧係遠低於你原先應有價錢，你入到場啊，即係個入場費會大減啊。所以其實咧，有一樣嘢嗱，今日咧，即係其實我講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啊喺國內，咁其實我哋嘅一位資深聽眾，我哋好朋友啊，阿時康大人咧，佢過咗澳門啊，咁但係因為佢冇提到通知我就唔到時間同佢見面啦。其實我想講咧，例如時康大人咁樣，佢自己佢職業佢係做時裝嘅，佢自己又係設計師。咁其實而家咧，相對咧，如果你話係自己嘅品牌，尤其是你一個譬如香港啊等等品牌咧，你以前可能你 own 一條生產線，出自己嘅 product， 有生產基地咧，以前比較難。但係而家咧，相對個門檻低咗，因為佢你諗下，佢做食品嘅，去到喂佢橫掂個地方喺度，佢冇單啊嘛，走去做埋嗰啲咁嘅電動車，因為濕鳩嘢都做埋。咁佢索性嘅一樣嘢，咁其實個門檻咧係低好多嘅，即係可能你而家你肯攞錢出嚟咧，你去俾嗰個叫做話個人工啊、燈油火蠟咧，而可能已經有廠家佢願意，唔緊要佢同你合作，你攞條生產線去冇得㗎，因為好似譬如而家嚟計，佢對嗰個廠家咧對個要求嗱，例如啦。我當我做蛋糕仔，當我做一啲甜品咁樣。喂，以往啊，基本上你冇咧，講緊三四千盒咧，你唔使去揾廠做啊，佢唔會同你接嘅。而家咧啲廠家佢同你覆咧，佢可以同你講，喂600啦、500啦，以百嚟計已經去做批貨俾你。但係個前提，喂，當然佢係 guarantee 唔到就係、是、啊，我係咪好短時間做到咧？因為佢都係要夾嘅，佢係要揾好多唔同嘅細單咧，跟住夾一個大旗，跟住夾一班人手上去做。所以成個嘅生態環境咧，係同即係以前咧係完全唔同曬嘅。即係呢個就我今次咧所睇到嘅。嗯哼，咁嗱，你見到啦，而家咁嘅情況下啦，
而家佢哋開始轉啦，可能以前唔願做嘅嘢，而家都要做啦，或者細單都要做啦，因為以前細單係唔理你噶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咁即係而家焗住馬死落地行噶咯。係啊，嗱，同埋咧，其實咧，我想講咧，我咪仲去咗個地方叫崖口嘅。其實崖口呢個地方咧，嗱，其實講真咧，佢就係距離呢個孫中山嘅老家係唔太遠嘅。但問題咧，孫中山嘅老家做咗個影視城啊嘛。咁變相咧，入面有好多文初啊、孫中山嘅紀念產品啊嚟賣，佢變咗一件商品啊，你明唔明啊？咁但係你喺孫中山附近嘅地方咧，其實係冇嘅喎，咁佢亦都冇景，佢冇啲好優美嘅景色，乜都冇嘅。咁於是咧，你見到佢哋點樣做咧？佢哋啲人咧就係咧，佢哋走去成班人一齊咧去買啊，嗰啲營運公司咧，跟住喺嗰啲抖音啊、小紅書平台嗰度，跟住推咧話崖口最出名嘅。但是那些煲仔饭，跟着他又开了整条街呢，专门做些网红店，跟着一次过呢有三四十间煲仔饭的，那里面有好吃有不好吃，一跟风开的，跟着是整条村呢，整个镇呢，那人一起呢抌钱去给那些叫运营公司呢去买他们呢样嘢啊。那而这样嘢我想都没想过啊，他们是用了，即是可能譬如用了过百万去买那个小红书的流量啊。跟住咧，系集合成个广东嚟咧，专登开车去食煲仔饭。但系我想问下，佢而家呢个系市做啊，定系政府做俾嚿钱啊，定咩先？市啊，个市自己啊，佢唔系靠政府啊，靠自己救自己啊嘛，佢哋。唔系啊，个市系市政府噶嘛，应该。即系我谂系佢哋成个村啊，成个地方，即系一堆代表，跟住系每人搞啲。即系连埋政府都系啦。系啊，但系可唔可以咁谂咧？即系市政府同埋啲村民一齐，不如咁样啦。如果系咁死嘅，不如我哋搏搏咁样做啦，系咪咁嘅意思？嗱，冇错啊，佢就系嗱，还掂还死掂死啊，跟住咪大家谂啲嘢搞啦，咁样咯。屌，唔搞就死。啊，唔系，唔搞就100%死。啊，学琴日阿 J 话斋，啊唔系，前日阿 J 话斋，唔沟女就一定系零，沟女有50%，系一模一样。系，咁佢嗰啲叫做啲公司咧，帮佢搞咧，就咪一次过咧，即系我下次可以节目咧讲深化啲，因为咧个情况，即系我想讲下，其实成个身体咧，你会见到啊，我终于明白点解香港政府咁睇重小红书呢样嘢，因为系净系咧，佢哋我同佢哋入面啲人咧倾过偈咧，佢入面啲村人讲咧，小红书系等于拯救咗佢哋冚家，哦，唔系一个地方又冇咗工业。又冇谂咗个城市 icon， 其实死得噶啦。但系佢可以水能覆舟，亦能吓咩？大家明啦吓。亦能载舟，亦能覆舟啦。跟住又大家又挖滨州咯，系嘛？喂嗱，因为今日咧，我讲声唔好意思，因为我嘅问题啊，我接收真系差得好犀利。咁啊，今日咧个节目时间咧，譬如我哋短少少，好唔好？咁跟住咧，咁我都系嚟紧咧，我都会系用呢个专题形式咧，讲我即系我喺广东省嘅所见所闻啊。因为我觉得咧，你除咗时事之外咧，因为我睇唔到任何时事噶，即系我感谢咧听众阿 Bioman 咧，佢系每日咧，佢系尽量咧系用其他途径，佢用微信搵我啊，跟住佢系俾我睇啊。但系你喂广州，你知啊？今日广州个头条啊，暴利把捻咩？同你讲啲叫做话新春电影票房又创新高啦，又多人睇啦。头条同你讲，跟住啊，哇，有边度戏又几捻多人睇啊？喂，大佬你呢啲上头条，屌你老味！你系咪吹涨啊？咁你唔讲呢啲报喜，仲有啲咩喜事可以报咧？我又调翻转问你啦。呢、這个世界即系唔通你同佢讲同啲人民讲就话，其实咧我哋国家咧而家咧阿王毅咧就出去嘅挨紧东欧啲国家就唔好去风险化，去风险化，去风险化，唔好去我哋中国化。你唔可以咁样讲嘛？问题系。屌佢成有撚啊！佢唔好話王毅啊！屌你特朗普咩？佢全部名字都冇啊！屌你成個新春啊，自己嘔埋啊！即係其實都係講嗰件事啦。你而家變得係
變得咁樣咧，即係嗱，而家你見到啦，可以見到就係話你原本你只會嗱，應該係咁話，只會報喜事，連少少哀事都唔報噶啦。我覺得而家國內啲新聞係。讲到冇嘢好，讲到冇嘢唔好讲，咪头条屌你尾有四五条都系讲新春电影如何巴捻弊咯。唔系啊，你明唔明白？你冇其他喜事啊嘛，你又冇，你又唔可以讲其他哀嘅嘢嘛。咁你咪焗捻住讲呢样嘢咯。系啊，咁你又唔可以报哀啊？系啊，又唔可以赞颂。但事务上都冇嘢好讲，讲亲。你又唔想讲讲，你又唔想讲自己啲样衰嘢 ，OK？ 咁但系你而家出边讲亲你嘅又唔系俾人围剿，就系话你希望啊人哋唔好脱中，简单啲讲句，跟住有菲律宾，我哋嗰日早两日讲啦，菲律宾都嚟啊嚟立法啦，啊正式啦，攞埋你啲岛啦，啊立法上。有冇我即系讲亲都冇样嘢对你好啊！咁啊，讲句。喂，另外咧，最尾俾我讲过啦，分享下咧。上次阿 Ken 哥你咪讲过咧，阿 Lock Man 咪有套咧，同阿叫做话阿边个阿大林家栋嗰个林家栋咪有套命案嘅。系好唔好睇？讲真有相噶喎。有呢套一定有相啊！嗱，其实咁嘅，我未落画，唔系啊，你咪同我讲而家未落画啊嘛。我住地方冇相，但系广州有噶。跟住咧，套戲咧，因為點解咧個重點咧就我咪話，即係嗰個賣柴個聽眾嘅，係啊，係啊，佢有啊。跟住咧，喂，哇！我想講呢套嘢，喂，巴撚弊啊！嗱，老實講啊 ，Lock Man 屌你咩？佢嗰個演技咧，淨係呢個咧神級演出嚟㗎。你睇佢嗰個眼神啊，係啊，係咪啊？我有冇推介你錯誤啊？梗係冇錯啦，梗係要睇啊！最緊要你知唔知係點啊？係仲有咧呢套嘢睇完咧，你會心寒㗎。喂，即係嗰個你有時睇電影嗰種突然心寒抽一抽啊感覺，喂，嗰下緊要啊嘛！喂，你屌你有咩？你個香港電影金像獎應該俾佢啊呢套啊！喂，我又問你你知唔知邊班人拍噶？唔知啊，咪邊個嚟啲徒弟咯？咩誰啊嗰個？咩啊？鄭寶順啊，家姐，阿鄭寶順，唔係鄭寶順啊，鄭寶順佢哋成班拍噶，即係以前宇宙銀河影視嗰班人拍噶，你唔覺得好有銀河風味嘅咩？唔多个啊，但系我觉得成套嘢系几恐怖，即系佢做到俾你完全心寒嘅感觉啊！喂，林家栋系咪好劲啊？演嘅，我问你。我觉得入面嘅演技咧，坦白讲，林家栋跟住仲有个咧，咪亚视嗰个咧，系咪叫吴庭华定系吴耀华？嗰、那个做阿叔。系啊。跟住另外有 Lock Man 嘅，其实我觉得三个演技一样咁好啊。哇，好啲啦，系咪啊？阿 Lock Man 冇话你系咪谂你系咪冇谂过 Lock Man 做到呢啲角色啊？佢都唔係 Lock Man 嚟嘅，做到即係你好難，你一般嘅你偶像咧，你就好撚難做到咁樣。你如果係嗰個梁朝偉又話啫，係啊，但問題好難噶。你點樣擺脱到完全啊甩到變咗第二個人？即係你呢樣嘢，你可以睇到係嗰個專業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個專業程度咧，即係嗱，我敢肯定一樣嘢噶啦。我幾乎可以肯定你嗰、那個嗰啲咩Mila咧，嗰個 Lock Man 同嗰個Eden 啊，係呢兩個如果咧佢喺個演藝上面咧，佢再擺啲時間落去，巴撚弊噶呢兩個人。我講俾你聽啊，你講漏咗個，仲有個大彪哥。邊個呢個嚟噶？阿 Sammy 啊。邊個叫大彪哥啊？有大彪哥咩叫？大表哥。大表哥咩嚟噶 ？Sammy。系啊，大只仔，同埋佢做剧都好好嘅，做得有冇表姐啊？冇啊，冇啊，彪下男住你啊，表姐你又揾第二个花姐咯，屌！唔使啊，嗰啲幕后做翻你幕后啦，系唔好烦啊，你做翻你经理人算啦。我琴日行去间厂嗰度，啲门口嗰个实 Q。哇！點解成個花姐咁啊？你坐喺度，跟住我佢問我，佢話泊車證啊，我有撚泊車證啊。跟住我問佢，咁咩叫泊車證啊？佢話人民幣十蚊啊。我話哦，係屌，個額都好十蚊啫。係啊，無下炮喎，無下炮喎。我話喂，我話假如我話假如我而家俾咗呢十蚊，咁我架車可以泊幾耐？你话你中意拍几耐咪拍几耐，咁我话如果我唔拎走架车，我摆喺度，
跟住嗰個人走咗，佢話唔緊要啊，你咪擺喺度咯。佢咁同我講，幾恐怖啊！真係。佢阿姐話：屌你睇下我嘅你個停車場，屌你老味，十分一都冇啊！啲車你咪擺定細咧。係阿花姐話，因為個樣真係同花姐係幾乎九成相似啊！我想講。你冇影低佢啊！俾多$10啊！梗係冇啦！屌你想死啊！大佬喂，大佬嗰個地方嗰度板符嚟㗎，大佬我唔識任何人㗎。唔係啊！我話叫你俾多$10佢啊，影佢啊！咁啊、哎，你好似我一個朋友啊咁樣，係、哎、不如我俾多$10你，我影一影啊咁樣。你有冇睇過啲咩恐怖蠟像館啊？佢將轉頭將我擺喺個朱古力帽度倒撚咗出嚟，好似啲埃及法老咁樣喺個朱古力盒入面，原來係我嚟嘅，咁啊死啊！朱古力文俊啊，好喎、啊。同框啊嘛，你摆上 Facebook 就可以 show off 啦，真系。你知唔知开头我心谂去啲厂香工厂、啊，屌你，梗系大把厂妹啦！我系抱住有厂妹心态睇先去嘅，知唔知啊？哦，即系你仲系谂住工厂妹二索嗰啲嘅嗰啲系嘛？跟住又碌鸠啦！屌，系听唔到追兴你嗰阵时。我話就算我話呢個時間佢一定冇啦，係都翻咗鄉下，唔係落咗深圳啦，大佬。啊啱喎、啊，唉、哎，你又計漏咗時辰啦、啊、你。喂，但係有樣嘢我想講好搞笑啊！大陸咧咪有好多地方俾人砸屎，我咩你嘅？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啊、有樣新嘢啊，佢叫你落去咧嗰啲稻田度啊，去掹啲稻田啊。掹啲稻田做咩？乜春啊？咩？农间落咯，屌！屌你！咁你嘅你，咁你吓你啲戆鸠人士，屌你老味！我踩到一脚泥板啊！我琴日啲水稻田。琴日無端端啦，屌你行下，有個阿姐戴住嗰啲尖尖帽，好似冇名嗰啲個撚樣嗰啲帽咧，跟住走埋嚟喎，叫我搞低個車窗喎，跟住懟塊牌個有 QR code 個，跟住我話做乜撚嘢啊？跟住話嚟你要唔要農家樂啊？屌有咩農家樂啊？真係唉，我知佢嗰個咩意思。系谂紧啲衰嘢，算啦，我冇讲。屌，真系你真系做人唔可以咁衰啊！你真系吓、啊、要忏悔啊，忏悔啊！喂，嗱，咁啊，今日咧，诶，讲多次听唔到，阿张兄，真同你同一样嘢，不过唔系农家乐，系第二个间乐。屌，你个仆街，鸡间乐啊嘛！你啊成日谂鸡间乐啦，你虎鸡嚟噶嘛你？火鸡变乌鸡啊！系啊，火鸡变乌鸡啊，香草啊，屌！喂，我唔好意思啊，因为我今日真系身处极地啊，所以个接收好差。嗱，咁啊，真系辛苦阿 Ken 哥啦，咁啊，帮手上啦，好嘛？咁啊，我哋再讲好冇翻嚟 ，OK？ 好，咁啊，两位兄弟新年快乐啊！咁啊，大家庆祝都系啊 ，OK？ 再讲，拜拜，好，拜拜，身体健康，身体。